我是哥，我讨厌我的名字，也不欢迎任何人收听我的故事。但是你力挽，顾青，你会是拯救我的那个人吗？第386集。艾美，亚尔瑟突然道，对不起，就算他是我的岳父，我也必须公正。当年的真相，全星际的人都有权利知道，他也应该为自己的自私担起责任。艾美早就泪流满面，她的情绪有些崩溃。我不敢相信，这些都是父亲造成的。他在我心里，他的形象那么高大。过了许久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亚尔瑟，去做你该做的吧，所有的后果我会和父亲一起承担。亚尔瑟将他抱在怀里。对不起艾美，我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，我们的婚礼会照常举行，我以他为耻，但我以你为傲。两人看着影像中沉睡的哥，按下了快进键。亚尔瑟突然看到什么，双眼猛然瞪大，他往回倒了一段时间，亲眼看到了哥变异的过程。哥的双腿上出现了一层黏膜，然后双腿慢慢的膨胀变大，等到那黏膜脱落，他的双腿竟然不见了，他的下半身变成了重复，重复上长出了四条长长的重腿。天哪！亚尔瑟惊呼一声。醒来的哥在发现自己的重身后，头一次露出了惊恐的神色。就算之前与女王同归于尽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这一般惊慌失措过。艾美呢喃道，原来哥是这样变成怪物的，原来他落到这个地步都是我父亲造成的。影像中断了很久，等亚尔瑟发现另一段影像已经是那场大战的5年后，怪物哥面无表情地对着光脑道，5年了，我用尽各种办法自杀，可是都死不了，每一次自杀后，我的身体都会变得更加强悍，我不知道自己存活在世上的意义，我的战友都死了，围在我身边的却是曾经的敌人，他们匍匐在我的面前，尊拥立我为王，而我居然可以听懂他们的话，大概是因为我变成了一个怪物吧。这是光脑里储存的最后一段影像，亚尔瑟难以想象这100年内变成这样的歌是怎么样度过这些岁月的。艾美的神情有些哀伤，上次我来的时候歌还是影像中的样子，那般丑陋的模样，任何一个人都会恐惧他，厌恶他，甚至想杀了他，但是我有顾青不一样，是顾青拯救了他。亚尔瑟突然沉默了下来，他从不会后悔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情，可是这一次他后悔了。哥和顾青都不该死，他们比任何一个人都该活着。亚尔瑟义无反顾地回了母星，将哥的两段影像公之于众，并将哥的光脑交给了帝国的国王。国王幼时受过哥的恩惠，在知道哥是虫王的时候，他痛心疾首，不曾想到100年前的真相竟是这样的。奥布里的欺骗让他勃然大怒，国王撤了奥布里的元帅职位，并将其从帝国联盟军里除名。本来国王念在奥布里刚刚打了胜仗的份上，并不打算将他除名，但当年的那段影像在全星际造成了巨大的轰动，尤其是在人们刚刚唾骂哥成为人类叛徒的时候，
这段影像的出现让人们所有的怒火都转移到了奥布里身上，太悲壮了。他们眼看着所有同胞战死而无能为力，最后一刻哥与女王同归于尽的一幕更让所有人都红了眼。还有第二段影像，哥的自白让他们潸然泪下，都是因为奥布里他才会变成这样一个怪物。他这一生都在为人类而战，可最后却要被人类残忍地杀害。奥布里这个自私自利的小人，就算他带领帝国联盟军消灭了虫族，但他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。百年之前之所以有那么多死去的冤魂，都是因为他的自私和残忍。究竟有多狠的心才会将母舰舱口关闭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胞一个个死去？这样的人怎么配当一个军人？哥才是他们心目中永远的英雄，哪怕他之后变成了那样一个怪物。一年后，空置许久的元帅一位被国王授予亚尔瑟，亚尔瑟顶着巨大的舆论与罪人奥布里的独女艾美完婚。这个世界在按着他原本的轨迹运行着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而在遥远的一颗原始星球上，南巡和哥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这是一颗流放大奸大恶之人的星球，在这颗星球上有可怕的变异植物和动物，会吞噬动物的食人花，粗大的有灵性的藤蔓，还有长有牙齿的鱼类，身形巨大的食肉动物。被投放在这里的大奸大恶之人只能一辈子生活在这里，随时面临着死亡。可是自从这里来了两个人之后，恶人们的日子就变得滋润多了。一间超豪华木屋前面，南巡倚在哥的怀里笑问道，为什么选择这儿啊？哥目光温柔地看着他。星儿，你不喜欢吗？南巡凑过去亲了亲他。喜欢，非常喜欢，这里很清静啊，没人打扰。南巡话音刚落，远处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就跑了过来。大哥大嫂，不好了，兄弟们几个遇到了一只凶猛的怪物，快撑不住了。哥淡淡扫了那人一眼，对南巡道，青儿，你等等，我去叙旧了。去吧。哈，你倒是聪明啊，瞒着我偷偷做的一张传送符，黄纸没有，你就将阵法雕刻在那晶石上。亏你想得出来，你知不知道这样更加折寿？当初南巡的一张传送符让两人逃离险境，然后哥在休养片刻后带他开虫洞来到了这里。南巡拖着腮望着远方纳纳道，反正顾青是高人类，寿命长，我又只待100年，折寿就折寿吧。南巡，恶念值还剩最后一点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可以。这一个世界真的是苦尽甘来，南巡和哥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。唯一的遗憾是南巡没有待够100年，生命就走向了尽头。他还是哥初见时的模样，只是早就不面瘫了，脸上有了很多哥喜欢的表情。他窝在哥的怀里，握着他的手问他，哥，你会有遗憾吗？我不能陪你继续走下去了。哥亲吻着他的嘴唇轻声道，乖，怎么会呢？这些时日对我来说就像是偷来的，所以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南巡嘴角微微弯了弯，慢慢闭上了眼。哥，我也不觉得遗憾，因为我知道有我在的世界一定有你。在最后那一刻，哥的恶念值变成了零。
顾青，是我，我是哥。原来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等待的人就是你。来，过来。今晚过后，我会让你永远属于我。